跟蓝眼罗汉松是有一个区别，那它的果托跟罗汉松跟它的蓝眼罗汉松不太一样哈，从明显的种子大小也可以分辨啊，但是有时候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讲尖叶或是大叶罗汉松，它是果实是五颜六色的，有时候黄的、橙黄的哈，最后它会变成紫色的啊。不会像蓝眼罗汉松清一色都是紫黑色，对不对？蓝眼罗汉松是清一色紫黑色，我们 去找的话，地上捡或者树上看的全部都是黑色的，没有这样子的啊，像五颜六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从果头上可以区别。好，啊，你看蓝眼罗汉松它就是黑色的，啊，看起来叫黑色，事实上是紫黑色的。那你看这种大叶罗汉松或是细叶尖叶罗汉松，就是这样五颜六色的，那糖果一样五颜六色，啊，对，那果块是很好吃的啊，但是有大家吃过，但是那个蓝眼罗汉松哈，较无好食，啊，一般咧无好就是较好食，其实反而比较不好吃，反而是这大叶罗汉松比较好吃。对，我发现的就是这个大叶罗汉松，跟尖叶啊，不叫细叶。好，我们刚刚说，基本上它不需要太深的盆子啊，不需要太深。不需要太深，你要深也可以了，但是我要配合的比例，我是觉得这样的比例会比较好，这样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我一直感觉这是我个人的。我是去看过动画，哪动画？你见个哪动画？半年以上，半年到一年。啊，够贵了。半年呀。够贵对，较歹看，你到哪？那中间也会死掉。会死掉。中间也会凶吧凶吧，它比较弱的就会死掉。才半年。半年，半年最漂亮是半年，后来会慢慢的，我的也是有种一年的，但是用它拍款，这样子的情况是差不多三个月之内的，哦，从开始种三个月之内最漂亮，漂亮。那我刚刚说种子盆栽的美学在哪里？啊，盆器三分之一，茎三分之一，叶子三分之一，哈，这样的一种各三分之一的。我认为它是黄金比例，啊，看你看碎了，这是我个人的美学观点啊，当然各位有各位的想法，我是感觉你看起来，它顺啊，它顺眼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种法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？这上面会比较高，就刚刚，这里就是我刚刚跟远图给你看那个种啊，就是中间凸出来一点，所以你看中间会像馒头一样，哦，它圆一样的。哎，听阿伯要圆，你看扁扁嘛，就是啊，我讲扁扁较不好看哩嘛，我讲咧圆圆较水咧，是不？好，看个人的审美观点了。整齐啊！这个为什么叫整齐？有没有跟前面这个比前面更整齐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就不一样，这是用移植法，所以移植法就是说我们用培养盆种了一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一直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们自己要高，那里要低，都 OK 的。哎，老师，我就高干嘞，高干啊！我你写不够严啊！等一下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就是啊，我直接告诉你，非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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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。这个不是移植的，这个是实际实生法啊，实际播种。它这个是移植。老师，那你那怎么种的呢？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慢慢讲哈，慢慢讲。所以移植的东西。我们装在培养盆里面哈，
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那个蓝色的培养盆里面是比较深，那罗汉松它有一个特色，它的根，我为了分支了哈，就一根枝子。如果你盆子太浅，一到家的转弯变成 L 型，那时候就不好处理，你必须把这里剪断，啊，我那边直下去，啊，所以我们培养盆要深一点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取出来做移植，啊，不能让它说啊都长很久了再来移植，那根都长很长，不好移植。啊，所以老师这个深度是够的。够，绝对够。你是直接撞，当然是绝对够了。那我说，如果要培养盆的话，就像我们培养盆那个超20公分的深度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来做移植，就会非常的整齐。因为移植就是睾丸由我们自己来安排啊。那这样子的做法就是由上帝安排啊。但是我们把它种的整齐，也会啊，也会这么样的整齐。那，啊，这个整齐绝对没有这个整齐，这个你看一根一根的，像什么直头发有没有？那秃头就直头发，啊，一样的道理，一根一根的整进去，而且非常的快啊，动作非常的迅速。你看这种尖尖的，穿下去一个洞，对不对？拿起来，我们就填好，填好对不对？然后按照那个长度啊排好，长度长的排一堆，然后比较短的排完。一下子就好了呢，那是标准作业程序啦。我说这样子的话，你绝对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，任何人来看都会感觉欧乐，啊，一点几啊呢，啊，你安尼做，这是爱技术要很高超了啊，啊不，实在是不容易做成这样子啊，不是老师自夸啦，真的，啊，如果这样子就大家都能够做得出来。这个叫移植法，它这个叫实际播种法啊。哪一个比较会？比较怎样？比较活得比较久，都一样。是长出来。什么什么不会长出来？比较会发芽。比较会发芽，啊，这个都已经发芽好了。可是有时候你移植它动到它，有时候会死掉。会死掉。对啊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要继续性哎。啊，会死掉，你再补啊。没有的就没办法补啊。但是这样子用培养盆种出来这样子来做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死。我种这么多，没有一颗死的。但是这样子种会不会死？会啊，会长得不好啊。没有一颗都长这么整齐的，不一定哈，啊。这个种子经过挑选，这个种子因为在培养盆里面培养，所以它不需要挑选，它是等到长了芽、长了苗这样子，等于是小苗来移植过来，所以各有特色的。啊，你要讲究它整齐美观，有两种做法。啊，这个就是要非常注意，你种子要挑选，你这个底下的盆土要适当的安排。啊，各有各的困难点，各有各的那种需要花功夫的地方。